上太重了，你睇下，我哋个车啊，我哋个巴士啊，结晒霜啊，全部结晒霜，哇，冻到，见到啊，好冻好冻。观景台度影啊！啊，我哋即刻赶车过嚟影啊！见你哋几开心，手机都影得好靓啊！开唔开心啊？开心啊！睇手机影到靓啊！靓啊！靓啊！而家行落少少啊，导游话仲有啲好啲嘅景，你一行落去睇下。是一个好靓的地方啊！日出，景，系冇喺呢个泸沽湖侧边喂海鸥影相打仗叫做。而家导游咧帮我引啲海鸥埋嚟啦，咁我就可以影相啦。哇！好玩呢，想玩跟我嚟啊，知唔知道啊？啊，我喺度影紧啊，报紧啊，相机要够劲啊，200-800。而家咧嚟到呢个岸边啊，摆咗行李之后咧，就坐船仔影相啦。泸沽湖啊，救生衣必须的啊，系啊。垂直啊，得我一样呢个平衡。垂直咩？哇！哇！大大只。你冇带相机咩？冇啊，点解嘅？惊跌落水啊！唔系话阿师傅话唔好带相机啊，惊跌落水啊！喂，20,000+啊，加埋镜头都40,000。唔惊啦，睇下你哋班友仔点影相先，影低你哋嘅实况。实况凄惨啊，冇带镜。冇带镜，哎哟，二色大机啊，好凄惨。二色八九都唔带嚟喎。明明落遮见到靓仔噶，好啦，呢度有一个位置啦，叫草海，见到啊？草海啊，西芦苇草海啊，好靓好靓，喺高手影紧相啦，啊，几劲啊呢个！一路都好多芦苇啊，草海之名啊！系啊，桥上面好多人影相，我哋行过去睇下啦。哇，草海，哎呀，长长嘅木桥啊，都有人喺度影相，好靓好靓，好靓。
哇，新衫喎、哦，好厉害哦！见咗团友一路拍一路买嘢，真系好开心。摄影团有球迷团添，唔紧要啦，开心就得噶啦。啊！冇，你講緊呢啲係創業家，唔制，做咩嚟啊？冬瓜子啊，甲蟲啊，係咯，甲蟲。呢位團友咧，佢話要食甲蟲，請佢食。我孤膽物質嘅，想我補補身，但我話唔得啦，我驚佢會喺度繁殖，我肚腩太大啦，所以唔敢食啦。OK。蓝天白云覆水，青山绿水村庄，十岁带来那碧波的荡漾，十岁回来这飘香的美酒。那是火塘边的阿妈盛开的笑脸，那是花楼里的阿妹捧起的思念。母亲的家是摩梭人的根，母亲的心是摩梭人的家。扎西队，扎西队，一二三，亚苏亚苏亚亚苏，亚苏亚苏亚亚苏，耶！